这次展览大家第一眼看到可能就会是这一件作品，叫做《漫游宇宙》。那其实这件作品的一个视觉，就是要让大家就是置身在宇宙，然后行走在一个星球上面的感觉。那其实里面呢，也都是我所创造出来的文字精灵。那文字精灵的组成呢，其实就是应用古代千字文里面的文本的四句话，那就是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仄，成数列张，这四段话的象形文字去组构成里面的文字精灵。那希望透过后面的一个黑色的宇宙的一个空间的呈现，让大家置身在宽广宇宙里面。